中间靠中间的部分点多一点，旁边的地方松一点。好，那你们点常常会出现什么问题？就是里面跟外面一样大点，那怎么办？里面的话点用力一点，靠外面轻一点，或者用小指头点，小指头点会比较小点，好，轻一点，干一点，点小一点。我觉得好像童心未泯，哎呀，可以玩得蛮快乐的，蛮新奇，蛮有趣的。哦，我觉得很愉悦，因为哈越画越有满意，越画越有兴趣，刚才返老还童。